因為香港從來都未試過一個女性嘅主教練，咁所以亦都有好多球迷擔心我會唔會影響球隊嘅成績呢，亦都有好多人去評論究竟一個女教練適唔適合帶領一支男子嘅職業足球隊。究竟我自己一個女性教練會唔會令到我特別想去證明自己？其實我有冇咁嘅諗法啦？因為我覺得無論我是男的教練也好，女的教練也好，我相信我要做的事都是做好教練應該做的崗位和責任。